A new world record was set at the 29th Summer Universiade in Taipei, and by a home athlete. Weightlifter Kuo Shin-chun overcame her own world record for the clean and jerk in the 142 kilograms category. 其实这一次能够在自己家乡打破世界纪录，其实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然后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台北在争取举办这个世大运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好不容易最后能够让我们举办到台北世大运，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所以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就是跟教练讨论说，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主场，然后碰到世界纪录，然后最后我们也破了世界纪录，然后让全国的观众都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一刻。 然后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一起为我加油打气。第一次参加世大运是在2013年的俄罗斯喀山运动会，对，然后那时候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因为那时候创下了打破了大会的记录，然后一直到这一次的世大运一直都是大会的记录保持人，所以我这次也非常开心能够。 能够打破大会纪录，然后甚至是世界纪录。对，这一次练举重以来，一直到这一次的比赛，这一次是我表现最好，然后成绩也是生涯最高的一次。主要是以2018年的亚洲运动会以及2020东京奥运为主要的目标，然后接下来短期目标当然是以年底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为主，然后希望可以再一次的站上世界冠军的舞台。 然后我希望在2020东京奥运能够拿下自己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然后当然希望能够再把世界纪录推高。对，我目前读的是体育学系，然后未来在我退休之后，我希望自己可以出国念书。然后我对运动心理学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可能会以这个领域来去参考，然后去走这样。